Hello， 求生者们，大家好。除了装配快速弹夹外，你知道可以快速换弹吗？换弹机制有什么小技巧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用 MC16 来做一个测试，再装配快速扩容弹夹来试验一下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弹夹内有子弹的装填时间是 1.3 秒。同样情况下，把弹夹内的子弹全部打光，装填时间是 1.5 秒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弹夹内有子弹和没子弹的装填速度是截然不同的。不管装不装弹夹，这个换弹机制适用于所有的枪械，省下的时间会让你获胜几率大增哦。你学会了吗？我是汉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